OK，就是上层的40×50的高压机平板机。首先呢，我们这里打开这个电源，这里有一个电源，打开它，这是一个液晶显示屏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是智能二合一表，可以设定温度和时间。按一下设定温度，P，P1 的话代表是温度，可以按这个向上箭头来增加温度，可以按这个这个箭头减少温度，一般设定是220度，烫升华烫的。这再按一下的话就是 P1、P2，就是时间，一般设定是30秒时间。按向上的箭头的话就是增加时间，这个的话就是减少时间。然后再按一次的话，就是完成设定。好，这个机器呢，你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是 U 字形的，是可以套衣服的，就是可以烫成衣的，很方便。这个是纯铝板的，这个呢是硅胶板。然后这个就是喷的铁氟龙的发热板，很厚实的。然后这里的话可以调压力，就是正转的话，正转是增加压力。然后逆向的话就是减少压力。好，我们试一下。这样压完之后呢，它就会倒计时，从你的时间30秒到0秒。然后当完成烫化之后呢，就会有音乐产生，然后你直接把它弹起来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把它弹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完成了，谢谢。